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？看到这张照片，就感觉像弥补了上一次微博世界大会的活动。来看看哥哥妹妹这些天的分享巧合玄学吧，总感觉俩人很搭。过几天哥哥与妹妹都要进组了，先来点浅浅的糖。不是热恋中人才有的状态吗？闪闪发光，温柔和可爱并存，这不是蜜罐中的状态吗？还有哥哥吃个饭都吃出好多表情包，也是可可爱爱闪闪发光的状态。最后小新还特意去微博看了看最新照片，好憔悴，完全和肖战不是一个状态。很好，温婉居家，不卑不亢，两人的磁场一致。有没有一个人你想见却又见不到？有没有一个人你想爱却又不敢爱？有没有一个人你想忘却又不舍得忘？他是我粉丝。其实在剧里这个场景，顾魏林之孝还没有结婚，这时候只是男朋友，剧中的台词也不会说是我是他老公，可见当时肖战已经喜欢杨紫了，略为心生，男朋友都不行还偏要是老公，不是台词是心声吧。